好，今天是228和平纪念日，加上俄乌战火持续不断，引发一连串的国际反战声浪。台北101在2月26号点灯秀出乌克兰国旗之后，从今天开始到3月6号晚上6点半到10点，以大楼的外墙灯光跟点灯打字，一连7天点灯来为乌克兰祈福。今天晚上有经过台北101的民众可以抬头关注一下，大楼外墙打上 peace 的文字。另外3月1号到3月3号会有 stand with 以及乌克兰国旗，象征跟乌克兰站在一起。还有3月4号到3月6号则是为和平祈愿 World Peace， 同样都会加上乌克兰的国旗。而台北101身为国际的知名地标，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，像是这样传达正能量已经不是第一次，就是希望乌国能早日回到和平的日常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